可以说参加几十年的这个记者会，今年是最盛大，但是呢，代表我们体育署啊高处长这个谢谢大家对我们棒球的这个支持啊，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国球继续能够茁壮蓬勃发展，靠着我们大家的力量，让我们的大专棒球联赛能够走出一个新的局面，那最后要祝福我们联赛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。 那如果在当时你遇到我，<笑>你的心态会是什么样？如果是面对一个我不想的口头，我是真正的专业的。<笑>你的对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？这次的比赛，目标四强。无所谓什么，目标冠军，目标冠军。 我身为武大的学长，我要问问武大的学弟啊。武大的学弟。对啊，如果他再度对上文化的时候，他会用什么方式来击败他？尽全力，用力的抛每一颗球，然后用力的击出全垒打。需要跟文化大学呛下一下吗？文化大学今年要小心一点。拭目以待。 我觉得大家都是我们的对手，对，因为我们不会说对到哪队就全力以赴，只要每一队都是一样，都是要战战兢兢的去拿下每一场球，对啊，那是冠军啊，比去年的成绩更好，把该有的水准拿出来。 2、1。